有的来自槟城，有的来自巴珠巴峡，还有的来自马来西亚东海岸的登嘉楼。这些来自外州的志工花了半天的车程，专程到新山出席水忏法会，一同见证新山的这一场殊胜法会。从八年前倾尽大爱无量义金藏演艺还不到500多位的新山演艺志工，到今年将近1000位演艺志工分2场上台演绎慈悲三昧水忏，让外州的慈济志工们见证了新山家人们的成长。在八年前他们演无量义金的时候是需要其他州来支援，而今天呢，看他们自己的这个水忏演绎全部都由他们自己策划，真的是树已经开始长大了。看到我们这一批新山的家人召唤了800多个社区的民众，还有很多的志工，大家一起来成就这样子的一场的法会，那么的有刀气，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的色情啊，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。整齐划一的手语，嘹亮的唱经声和精湛的默剧演绎，新山的这场水忏法会让远道而来的慈济志工印象深刻。最感动是他们的手语啊、戏剧啊那些啊，把佛法全部显现出来。佛法本来是无形无影的，说经过了手语记化记，就把这些因缘果报、恶有恶报、善有善报全部演出来了。现在看到很多天灾人祸，真的我们要有一个戒慎的心，有时候在生活中不知不觉中会造业而不自知啊，所以我觉得要一个忏悔的心来忏悔我们的业障。新山法譬如水金藏演绎虽然早已结束，却给观众们带来了满满的法喜和感动，也为演艺志工们留下一连串美好的回忆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新山报道。